行。技术怎么样？来，好。今天现场为你准备这个，要不要来挑战一下？好。粉丝叫我。如何拒绝粉丝要你开车会吐槽？拒绝？如何拒绝？我用行动就是最好的拒绝。Hello， 芒果 TV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易烊千玺。这次新专辑它的风格其实包含了非常多，有摇滚的、复古的，然后还有偏迷幻 trap 的，然后也有抒情的，所以是一个包含很多风格的一个专辑。其实都挺喜欢的，然后我觉得比较有态度的是主打歌《天台力量》，歌词都非常有态度。很想去完成的事情就是去旅行吧。好看就行，都行。公益的路上，印象最深的是17岁生日会的时候，当时公布了我的个人基金会。那一次公布以后，就是有更大的信心跟更大的动力去在公益上面做一些行动。新年心愿就是希望戏播出的时候得到认可，在未来演员、歌手更多方面都能表现得很好。已经认可了，会越来越好的。2019年再出一张专辑。祝粉丝们猪年行大运，猪年大吉，吃得好好的，吃得好好的。好，还行。谢谢。来，好。我今天现场为你准备这个娃娃机，要不要来挑战一下？好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下面我要挑战一心二用加娃娃。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个转弯。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个转弯。下题，下面叫你什么名称？粉丝叫我叫啥都行。一个人写上自己的四个优点。自己的四个优点。四个优点，性格，错，人品不错。没。对，这就行。一个月不刮胡子，不刮胡子。第五题，狗很有胆，锅盖头。锅盖头吧。第六题，如何拒绝粉丝要你开车会吐槽？拒绝？如何拒绝？我用行动就是最好的拒绝。颜值、演技、才华，就像才华吧。两个所有朋友当中，第一顺位。20。下一个小朋友，你的素质是什么？还是人。好的，我们时间到了。哦。来，就是上次镜头展示一下今天表演的内容。对，一个。